各位同学好，我是 Grant 0490老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103年到105年国中大会考的阅读的题目的讲解。那会讲到这个题目，大概就是国中课程快要结束，那或者是高中课程将开始。那这牵涉到重要的阅读习惯跟阅读能力。那在做题目的时候，一定要养成很好的习惯，就是老师常讲的要三招：找动词、找动词、找动词。第一个找动词，是因为动词要随时间改变，要跟主词门当户对，要跟时间副词门当户对。第二个找动词的原因，是因为一句话里面可能有两个动词，那第二个动词要加 in 或加 to，那这个叫做动词铁律。那第三个找动词的原因是三大子句：名词子句、形容词句、副词句，都在考动词。名词子句考动词是动词的出头天，主谓动词不要颠倒，未来时还是未来时。形容词子句考动词是和先行词要门当户对，单配单，复配复。副词子句要考动词是没有未来，爱比长短，爱比先后。好，那我们就来用这样的一种阅读的习惯跟方法，那来了解英文考试的重点。Our dog always hides food under the ground. Sh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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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out when she need it. 好，那我们看这一题，21题，找动词，找动词，找动词。Our dogs always hides. 那 always 平定副词，代表习惯，必考主词第三人称单数，动词要加 s 或 es，所以它又考 always, usually。Often, sometimes, seldom, never. 所以必考组的第三人单数，动词要加 s 或 es。所以 our dog always hides food. 我们家的狗常常把食物藏起来。Under the ground, 在地底下，在地下。She burrow it out when.She need it，当她需要用它的时候，所以这只狗显然是一只母狗，拟人法。好，She brought it out，然后呢，when she need it，那 when 副词子句，所以副词子句呢必考没有未来，爱比长短，爱比先后，所以这边的现在式跟动词的现在式要门当户对，那也可以用未来式，因为副词子句现在等于什么？等于未来，所以它可能有两个答案，一个是呢，它把它挖出来，好，第一个是 dig it out 挖出来，A dig it out 挖出来，B hand out 交出来，C knock it out 敲门 knock out，然后呢，或是把它击倒，猪 pack out 把它包裹起来，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A dig it out 把它挖出来吃，因为在地底下要挖出来吃，那 dig out。也可以用什么？Will dig out。那讲到 out，又讲到了上上下下、开开关关、里里外外、来来回回，在附近转一圈、结束，这种山寨版的。介系词，为什么叫它山寨版的介系词呢？因为它原来是副词，转性当介系词。那这样的介系词呢，可以分开。那我们称它叫做"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可以拆开的动词片语。所以你可以说 "dig out something"，也可以说 "dig something out"，但必考代名词只能摆中间，必考代名词 "it then"，只能摆在中间。所以 dig it out 把它挖出来。好了，这是第一题的部分。好，看第二题的部分。It is very dangerous to play blah blah blah. The chain may come at any time. 好，记得找动词，找动词，找动词。所以 it is very dangerous. It 的加主词，真主词非 to 不可。
所以 it 是假的，真的 to pla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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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真的。所以去玩什么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事情。The train may come，火车可能会来，at any time，任何时候。所以呢，这个 it's very dangerous to play in the airport，在机场碰到火车机会不大。B It's very dangerous to play on the playground，在地底下玩碰到火车，有可能我们先保留。好，C，on the railway，在轨道上，在铁道上玩可能碰到火车，这个是绝对正确的答案。那 D，It's very dangerous to play on the sidewalk，在路边玩，在人行道上玩有可能碰火车，这个可能性也不大。所以这一题考的是真假主词的互换，以及考的是单字的片语，所以 play on the railroad 在铁道上玩。Thomas gets a lot of car and flowers from his students on Teacher's Day every year。所以 Thomas 先生呢，gets 得到，gets 得到呢等于 gain 得到，等于 receive 收到。A lot of car and flower 得到很多的教师节卡跟花，from her student 从他的学生那边得到，所以 get A from B 从 B 得到 A，get A from B 从 B 得到 A，送佛送到西，片语要背到什么词？介系词，on Teacher's Day，那 on Teacher's Day 在教师节这一天，音乐，on 日，at 时，for 多久？Every year 每年。He's really a blah blah blah。他真的是一个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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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er，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呢？A. carefully 小心谨慎的老师。B. crazy 疯狂的老师。C. lonely 孤单的老师。D. popular 受欢迎的老师，流行老师。所以 popular 等于什么？Welcome 受欢迎的，流行的。所以答案应该是 D。那我们看下一题。I can't believe you ate the blah blah piece of pizza and didn't even leave one bite for me。好了，那我们看找动词，找动词，找动词。I can't believe，我没有办法相信，相信什么事情呢？That 名词子句可以省略。That you ate the blah blah piece of pizza and didn't even leave one bite for me，甚至没有留下一口给我吃。所以 leave for 什么什么西。片语不知道什么词，介词 leave A for B，把 A 留给 B。那我们看这一题，我没有办法相信呢。You ate，那动词很变态，有三变三态：eat，ate，eaten。Today you eat，yesterday you ate，you have eaten the blah blah piece of pizza。你竟然吃掉呢 last 最后一块，甚至于没留给我一口。那 least 是至少，所以 little。Less, the least，这个是多多少少的不规则变化，最少。然后 C 呢，the least 比，less 比较少，D 呢，most 最多。那它是 many or much，然后呢，比较级 more the most。所以这边考的是。最后一块，最后一块的披萨，那也是考意思，也是考了比较级最高级，原级比较最高级的三级。那我们看下一题。If you want to drink the water from the lak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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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first, or you may get sick。好了，如果你想要喝水，找动词，找动词，找动词，想要希望动词，非读不可，wish 希望。好不希望，你的需要，忘了想要，希望动词被读个，第二动词一定要加 to。You want to drink the water，你想要喝水，from the lake，从湖里面喝水。然后呢，blah first，首先呢，or you may get sick，否则你会生病。所以呢，A boil it，主词又省略，动词还原形什么句？祈使句。所以 boil 煮沸，然后 burn 燃烧。Carry
西带，cook 煮。好了，那这个在这个答案里面呢，A 跟 C 都可以，不过 cook 比较属于是煮饭，cook breakfast，cook lunch，cook dinner。那 boil 呢，在煮水的部分呢比较适当，所以我们可以说 A 呢大于 B，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A 大于猪，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呢？Boil it first，要先把它煮沸才能再喝。那我们来看下一题。I walk to school every day。我每天走路上学，过去式。Brought my dad bought me a bike。我的爸爸买了一台脚踏车给我。Last month 上个月，It's really fun and convenient to go to school by bike。那这真的是一很有趣而且方便的事情。然后骑脚踏车上学。好了，记得找动词，找动词，找动词。I walk to school，我走路上学，过去式。Every day 每天，过去的习惯，过去式。现在的习惯，现在式。所以 I walk to school every day，我每天走路上学，直到 until。Until 等于什么？等于 till 直到。好了，那直到呢？考的是短空、长多。那什么叫做短空长多呢？动作的时间短，用否定句；动作的时间长，用肯定句。所以走路上学，每天走路上学，每天都走路上学，这个习惯很长，所以用肯定句。I walk to school every day。Until 直到，所以呢，until 的口诀呢叫做短空长多，动作时间长，动作时间长用肯定句，动作时间短用否定句，动作时间长用肯定句，动作时间短用否定句。所以呢，我走路上学每天，这是一个很长的习惯。Until my dad bought me a bike last month，直到爸爸上礼拜买脚踏车给我。那 my 动词很变态，有三变三态，buy。Boat. Today, my dad buys. Yesterday, my dad bought. My dad has bought me a bike. Blah blah blah. 好了，所以 it's 加主词，真的非不可。It's really fun，真的很有趣。然后呢，and convenient 很方便。真主词是 to go to school by bike。那骑脚踏上学。那 by bike 等于什么？等于 on a bike。by bike 等于什么？等于 on a bike。好了，那所以呢，after 在什么什么之后？because 因为，if 如果，那 until 是什么？直到。所以呢，这考的是副词子句的连接词，因为所以的，因为虽然但是的，虽然所以否则的，除非只有之前的之后，那必考例外，not until 短空长多直到，必考例外，not until。短空长多，那动作时间短用否定句，动作时间长用肯定句。好，所以答案是应该是猪。Jo likes summer, the blah blah blah, because she has serious problems sleeping in summer heat。好了，那 Jo 呢喜欢夏天。第三人单数，动词要加 -过 -es。The bra bra 最喜欢夏天，为什么是最呢？因为一年有四个季节，有 four seasons。所以呢，在这个一年当中呢，in year 等于什么？of four seasons。of the four season or in a year 有没有写出来？没有写出来，所以是什么级？最高级。Because 因为所以蟑螂蚂蚁。二选一，所以因为呢，she has a serious problem，她有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困扰。然后呢，sleeping，所以 have trouble in，have problems 什么 with，所以片语要背，have trouble 不可数，have trouble in，have problems with，have trouble in，have problems with。那 with in 可以怎么样省略？那介词后面要接名词、动名词或什么格，受格。介词后面要接。名词、动名词或受格，所以这边有一个 with 什么样省略了，所以 have serious problem with sleeping in summer heat，在炎炎的夏日，那这个热呢，就是指的炎炎夏天的热的当中，所以呢
A the least 是考的最高级，叫做 little。Less the least。那这个是位置 less 的最后一个，所以 late later the last。那这个远远迟到，这个远远迟到，这个最后的这个迟到 late 可能是位置的后面，那比较后面是 later，最后面是 last。那 first 的先，那 best 是什么？是最，所以这个 much more the most good better the best。所以呢，他喜欢夏天，最喜欢叫什么？Good 是形容词，Well 是副词，它的三级也是 good、better、the best。所以考的是多多少少、好好坏坏三级的不等变化。好好是 good、well，坏坏是 bad、badly，它的不等变化都是 good、well、better、the best、bad、badly。然后呢？bad 的形容词，badly 是副词，然后它的比较级都是 worse，它的最高级都是 the worst，所以考的是原级比较级的不规则变化，多多少少，好坏坏，远远迟到，有12个不规则变化，所以这一答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猪，它最喜欢哦，它最不喜欢，对不起，它最不喜欢 the less。The less 是什么？最不喜欢，最不喜欢。然后，因为它有很严重的问题，在夏天，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B。好了，所以他最不喜欢夏天，因为还有严重的睡眠的问题，所以答案应该是 B。Candy had decided to move to Taipei next year when she studies in an art school there. She borrowed with her aunt for 5 months. 好了，Cindy 已经决定要搬到台北。明年，when she studies in an art school，当她在一个艺术学校念书的时候，那里，she borrowed with her aunt for 5 months。然后呢，她跟她的这个阿姨说呢，然后要有5个月的时间。好了，找动词，找动词，找动词。He has decided 从过去到现在完成式。然后呢，decide。生育动词非读不可，生育之前要想清楚，decide 下定决心，要做计划 plan，要自愿生 volunteer，非读不可。第二个动词一定要加 to，所以你决定要搬到台北去，next year 明年，所以未来式，所以 soon pretty soon，还有 in 和 later 未来式，然后呢 tomorrow this 还有 next 什么事未来式，好了，所以他明年的时候要搬到台，他已经决定明年要搬台北去。When she study，当她在读书的时候，when 副词，那副词子句 be 考动词，没有未来，I 比长短，I 比先头，所以 when she study in an art school there，那现在等于什么？未来，现在等于什么？未来，现在等于未来，所以 sh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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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her aunt for 5 months，那5个月，5个月呢可以是什么？完成式，也可以用什么？未来式，所以呢这个地方。因为 when 考的是副词子句，那所以它有可能是 will leave，也有可能是 has leave。那现在问题来喽，如果用 has leave 是从过去到现在完成式，可是它是未来的过去到未来现在吗？不是，它还没有到那里去。所以说呢，我们说 he will leave 会比较好，所以 be 猪会大于什么？be 猪会大于什么？be 所以这题是非常非常有。这个陷阱的考题要特别特别小心。虽然 since in for 从过去到现在完成时，但是这个 for 也可能是什么？也可能是未来时。从哪里看呢？由副词子句现在等于什么？未来。所以副词子句因为所以的因为，虽然但是的虽然，所以否则的除非，之后之前的之后，当什么什么时候和如果 be 考动词没有未来，现在等于未来。爱比长短，时间长的进行时；爱比先后，要先找后援，再找先发。那 she blah blah blah，所以 she will live with her aunt for 5 months。她将会跟她
在那边一起住几个月呢？住五个月的时间。My father told me last night. 我爸爸昨天晚上告诉我 ，We are going to the food festival this weekend. 我们将要去这个食物的节日，食物的节日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My brother and I felt very excited. 我哥跟我两个人都觉得很兴奋。所以 my father told me 告诉我，那动词变态有三变三态 tell、told、told。那 tell 呢是属于授予动词，有两个受词，间接受词人简称见人，直接受词物简称植物。所以呢，昨天晚上告诉我，过去式 yesterday、this 还有 last 过去式 before、ago 还有 then 过去式，所以动词 tell 改成 told。我爸爸昨天晚上告诉我什么事情呢？We are going to the food festival. 我们要去食物节。Festival 就等于 holiday, holiday 就等于什么 ？Festival 要到食物节去。那告诉我们的事情，名词子句两句合成一句，肯定否定用 that， 疑问用什么 if。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将要去食物节，即这个周末。My brother and I feel 的感觉，动词变态有三变三态 feel, felt, felt。那这个地方的 felt 就等于什么呢 ？am was been 为什么这边等于 am was been 呢？因为 be excited about be excited about be excited about 情绪动词一日三变，人在前用 ed， 人在后用 ing， 所以国中用 am was been。 Today I am， yesterday I was， I have been excited about。 高中用 today I feel， yesterday I felt。I have felt excited about。高中用 get、got excited about。所以 today I get, yesterday I got, I have got excited about。那所以说，考的是名词子句的连接词，肯定否定用 that。疑问。句两句合成一句用 if 等于 whether or not 可以省略。有救火车用救火车 who、what、when、where、how、why。那不要忘了名词与主动词不要颠倒，未来时还是未来时。名词与主动词不要颠倒，未来时还是未来时。主要原因是因为里面有用到了 when。跟 if，when 跟 if 在副词子句，现在等于未来，因为没有未来时。但是 when if 在名词子句，未来还是未来，因为是动词昨天，主词动词不要颠倒，未来式还是未来式。好了，这些口诀都是老师平常常常考，学生常常错，老师把它变成口诀，希望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不只要背单字、找片语，还要复习文法，三合一。The woman you met in the library yesterday borrowed our school a lot of books. 所以这个女生，什么女生呢？You met in the library yesterday. 你昨天碰到女生，那跟前名词有关系，代理前名词叫做关系代名词。人用 who，动词用 which，人用 going that，所有给用 whose。这个女生是谁呢？Who 跟前名词有关系，代替前名词。这个女生 you met，你昨天遇到的。那动词变态有三变三态：meet、met、in the library yesterday，先帝后时，在图书馆昨天。那昨天 yesterday、this 还有 last 过去式，before、ago 还有 then 过去式。好了，our school a lot of book。好了，所以主词是谁？The woman。主词是谁？The woman。那动词呢？第三人单数，动词应该加 s 或什么？Yes gives。然后呢？Given。那也应该用什么？Has given。然后呢，它主要是这个空格应该什么动词，所以应该什么 gives，或者是用未来式 will give 都可以。所以答案呢用什么 to？所以这个题目很明显可以用 gives，可以用 has given，可以用 will give 都可以。那显然只有 will give 是完全正确，所以答案呢是 will give our school a lot of book。The poor family have onl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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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d for today. Nothing is left for them to eat tomorrow.
这个穷困的家庭有只有什么什么面包 for today 今天 ，nothing is left 没有东西被留下来。那被动语态 will buy will be leave left left 被留下来。然后呢 for them 给他们 to eat tomorrow 为给他们吃呢到明天。所以呢，这个只有 only A 只有 enough bread 只有足够的面包到今天。那所以呢，足够的 enough few 几乎没有等于没有，几乎没有等于没有。可是 few 要接什么？接可数的名词。所以呢，考的是多多少少，没你接可数 ，much 不可数 ；few 接可数 ，little 不可数。那因为面包吃的喝的不可数，所以要用什么 ？little 要用什么 ？little 第三个 much。文法上可以许多，许多接什么？接不可数。那 other 其他的是不定代名词 ，other 其他的是不定代名词。所以呢，这个穷的家庭呢，只有足够的面包还是许多面包？是足够的面包在今天，然后没有东西留下来。那许多的话就不会没有东西留下来。所以答案呢 ，A 和 C 文法都对，但是 A 大于什么 ？C。A 和 C 文法都对，但 A 大于什么 C， 所以呢，答案应该是 A。This restaurant makes delicious chicken rice, so Barbara always full of people at meal time. 这家饭店呢，会煮 delicious chicken rice， 煮很好吃的鸡肉饭。那煮动词变态有三变三态，每一个、没的、made 等于什么？cooked, so 因为所以蟑螂蚂蚁二选一，因为这家饭店呢会煮很好吃的鸡肉饭，所以呢 ，are full of people at meal time， 它会充满了人。那呢 ，be full of 叫什么？充满 ，be full of 叫什么？充满。所以片语送佛送上西，片语变到什么词？介词。那 be full of 等于什么 ？be filled with。Be full of 等于什么 ？Be filled with 等于什么呢 ？Be rich in 充满，等于什么呢 ？Be rich in 高中是 be abundant in。那我们看这边 at meal time 在吃饭的时间，所以呢，饭店不是你不是我，男的当 he， 女的当 she， 不是用什么 it， 所以 it is always full， 总是充满。那 they are 不对，要改成什么 ？It is， 因为代名词不是你不是我。男当 he， 女的当 she， 只用 it。There is they are， 单配单，复配复。然后呢，如果是有很多的这个人在这个饭店，那这个饭店呢，因为主持是谁，这个 it， 好，或是用 there is they are。There is always full of 那个 people， 那这个 be full of 叫做充满 ，be full of 叫什么充满？所以这个主持应该改成什么 ？It is full， 不能用 there is full。你可以说 there is。Many people， 但是不能there are many people， 不能说 there is many people。所以这个如果要 there 要改成什么 there are， 然后呢 full of 不能用 there are many 什么 people， there are many people 不能 there are full of people。然后呢猪 there is they are， 那 they are full of 可不可以呢？也不可以，因为 be full of 是什么？充满 ，be full of 什么？充满。所以 A 大于什么呢 ？A 大于这个猪。A 大于什么？猪，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 ？A。所以送佛送上西，片语要被了解的是 be full of， 充满 ；be filled with， 充满 ；be rich in， 充满。At dinner time， 在晚餐的时间 ，I often enjoy telling mom everything。我经常喜欢告诉妈妈每一件事情 ，blah blah at school， 发生在学校的每一件事情。所以 at dinner time。I often enjoy 习练完，硬起来动词后面要加 ing， 动词铁律，第二个动词要加 in 或加 to。喜欢 enjoy， 练习 practice， 完成 finish。这三颗蓝色小药丸，不管是现在式、过去式还是完成式，第二个动词都要加 ing。我经常告诉妈妈 ，I often enjoy telling mom everything。那跟前名词有关系，代理前名词叫关系代名词。发生在学校的事情，那发生在学校的事情呢？因为 every 的关系，
是跟零有关系的形容词，零是负的最先，the first；零是正的最后，the last。有零无限大，oh；没有零没有意义，no；零是真正的，very；唯一的，only；相同的，same；代表任何的，any every。只要看到这几个形容词所引导的先行词，它的关系代名词只能用 that，所以 that happened。At school 发生在学校，那我称这一组的形容词叫做跟零有关的形容词，在形容零的特色。零在数线上面到哪里都是零，所以零呢是负的最先，the first；零是正的最后，the last。零呢有零无限大，oh；没有零没有意义，no；零到哪里都是零，所以在数线上面，零是真正的，very；是唯一的，the only；是相同的，the same；是代表任何的数的，any every。所以呢，这个是非 that 不可的。形容子句是非 that 不可的形容子句的什么冠带？非 that 不可的什么冠带？非 that 不可的什么冠带？那因为人没有预测能力，都是后知后觉，用什么是过去式。那 A 呢要改成什么呢？不能改 A 少了什么 that？那 that 省略改成什么呢？happening。that 省略改成什么？happening。那 B 呢要给它改成什么呢？happening。因为 that happened 的省略叫做。Happening, that happened 的省略叫什么？Happening，因为省略葵花宝典，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所以它是省略掉了什么呢？That happened 的省略掉了 that，然后把 happen 改成什么？Happening，然后猪呢？这个 which 不对，因为它是非 that 不可的形的关系代名词，要用 that happened 的，那或者是改成什么 happening，所以这题答案是什么？C。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考题哦，请大家特别特别的小心。Billy said, "I have been fixing the computer for over 3 hours, but it still doesn't work." Nina said, "Why don't you take a rest and try blah blah? Maybe you will do better then." 好了，Billy 说，"I have been," 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修理，是过去，是完成进行时。是完成加进行的什么？完成进行时，是完成加进行完成，从过去到现在完成时，从现在未来进行时，从所以它是从过去经过现在未来一直在修理它的电脑。然后呢，for over 3 years 已经超过了3小时，所以 since in for 完成时，since in for 完成时，所以用完成进行时也是用什么 since in for？那国中考完成式，高中考完成进行，but 但是虽然但是。二选一，虽然我从过去到现在，而且呢，从现在未来继续的，已经修了3个小时，but 这个电脑呢，doesn't work，仍然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Why don't you？你为什么不？Why don't you 等于什么？Why not？Why don't you 等于什么？Why not？Why don't you 等于什么呢？Why not？你为什么不呢？Take a rest 休息一下，and try bro 等一下来试试看，maybe you will。Do better，你会做得更好。那做得更好，will better the best，你会做得更好。Then 到那时，所以呢，early 早一点，B finally，C later 是什么？等一下，等一下是什么？这个未来式。所以未来式呢是 tomorrow，this，还有 next 未来式，soon。Pretty soon，还有 in 和 later 未来式，所以我们看到 later 是什么是未来式，从哪里看？这里是未来式，所以呢，还要请他等一下来试试看，等一下叫什么 later？那万事成经，好，经验次数是完成式，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C later。Gracie，Wow，is your room always this blah blah？那这个，Bianca say，Well, I like to put everything in the right place。我喜欢放每一件东西在对的地方。那 Grace 很惊讶大叫：“Wow, is your room always this blah blah？你的房间总是这么的干净吗？那个 this 是这么的。那以前我们学历史，在一年级学历史是只是代名词，分单复也分远近，单配单，复配复。This is, that is, these are, those are。但是 This 也可以当成副词，叫这么的。那么的叫什么？That，that
，dead 叫什么？那么低，dead 叫什么？那么低。所以你长这么高，this tall；你长那么矮，that short。好了，所以呢，这个 is your room always this bright 是这么的干净？那 this 副词要加什么词？形容词。副词修什么词？形容词。那这个 Bianca 就说了，Well。I like to，我喜欢。一三容不下，第二动词要加 ing 或加 to，那可以 like to put，也可以 like 什么 putting。Everything in the right place，我喜欢放都放在对的地方，就是放在整齐。所以 bright 明亮的，B quiet 安静的，C tidy 整洁的，整洁的等于什么 clean？整洁的等于什么 clean？整洁的等于什么 clean？所以答案是什么？tidy 等于什么 clean？那 warm 是温暖的。好了，所以这题考的是文法。This that 这么的那么的后面要加形容词，那也考意思，前后的对照，你会发现把东西放在对的地方就是很干净。那国中考 clean， 高中考 tidy， 这个字原来是高中的字，现在在国中变成必要的单字了，然后要特别特别的小心。